好朋友死了，我出什么都不为过。白王殿下，我曾经问过你，为什么选择我这个偏偏瞎了眼的皇子，而你却告诉我，你觉得值得。这个皇位，我可以不要，但这个仇，我一定会报。可笑，白王一向谨慎。你是在责怪我吗？大剑还是想一想，下一步该怎么走吧。我早就帮你想好了，我帮你找了一个打头阵的人。是他吗？他竟然还活着。你手上有什么？卷轴上的名字，也如将军心中所想。最好的选择，我已经替将军寻到了，只要将军一声令下，八兵天启。让我们回到天启的那把火终于来了，虽然不是萧瑟点燃的，策马扬鞭直逼天启。你的好兄弟蛰伏多年，最近似乎有些不安分了，但你似乎并不惊讶。我们的对手啊，以他们的做事风格，时机到也该走到这一步了。从今日起归队琅琊。是时候告诉天下人，琅琊军回来了，要让这天下再看看我们琅琊军。琅琊军里再战北离，再战北离，再战北离。还差最后一步，不差了。看来王爷对我很有信心呢。身处险境，方可局处逢胜。神转之际，我找到了。若我发出令箭，就带他入宫。有他相守，千军万马也杀不了我。出城。主心公公，不奉皇命擅离皇陵，当斩。我有龙凤卷轴在手，废明德帝，立新皇。前辈，恭请殿下。全狂一生不羁，一笑狂。我萧氏皇族之大，岂是他一个阉人定之？